那我就从头开始跟你说起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在鬼谷了。我自己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捡回来的阿香，别人都死了，唯有因为主人开口乞求，被当个玩意儿赏给了他。傻丫头，我杀人，你怎么浑身是血？别人的。我们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，在鬼谷长大的小孩子很不是人待的，会走路就会杀人。别过来！我自己都顾全不过来自己，你觉得我疯吗？本来就不想带着这个累赘。好几次都想把他给扔了，你就不怕我哪天疯起来把你也宰？可这个小家伙，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了。疯了我也跟着你，你把我宰了，做鬼我也跟着你。主人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这是我家主人。第一次给他喂粥，就把他的嘴烫伤了，嘴都烫伤了，还呲牙咧嘴的冲我笑。阿香是想把最好的都献给主人。我想这丫头过得好。对，我想请你吃饭。主人跟我说，外面有个地方叫人间，我把他免费送给你，不要了。他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把我送回去的。这么多呀！我不是说过你结婚要给你准备三条街的嫁衣，有情人一朝系上，生生世世总能相见。你给我系上吧。我想他有一天也能过上平常人的安乐日子。主人，他们真的是好人。阿香便算是亲人，亲阿香，哥儿这家伙死得太容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等着，哥这就来陪你了。抖音。